这里是位于南投埔里桃米村的严氏牧场，严立文在这里努力打造他心中梦想的美丽新乐园。我从小就是都在养猪的地方长大的，那所以喜欢这种自然的感觉，从小就希望一圆梦想，就是想要在山上工作，或者是有一个牧场的感觉。其实我没有想过这里会对外开放，那是我想要换一个工作，爸爸提说埔里这一个地方可以做什么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也很爱喝咖啡，想说我可以卖咖啡。严立文靠着网络部落格的传播，严氏牧场开始打响了名号，这里淳朴自然的美景开始吸引游客的目光。放松心情，沉淀心灵，严氏牧场带你接近最美丽的自然。